午好，那在这个美丽的星期天哦，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那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学习当主持。我姓马，叫丽晶，来自我们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个淳朴小镇马都巴海。那首先我要感恩我们的公司创办人严董、李董、陈总、周总，还有我们教育系统的老师王超老师、谢明院长，还有马来西亚泰赫裔有限公司的老板钱哥，以及我们的001梁总，还有各位高官主管，以及我的贵人 GG 姐的推荐下哈，那才有机会让我认识到这个21个世纪的高科技的泰赫兹健康水银哈。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哈。那在这个水深火热的那个情况，那我们都全面封锁在家里，但是我们都能够喝到好水，那也得到了健康。那尤其是现在我们非常时期所注重的就是健康。那大家都知道，假如没有了健康，什么都是空哈。所以我们会用各种方法来保健，比如说我们吃保健品啦，用保健器材啦，等等等。但是今天只要你喝对水，喝对好水。喝上了我们的泰赫兹细胞营养水哈，那你就会得到健康，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 Gigi 姐哈，她是一个非常懂得养生保健的人呐。那在她过去的事业当中，她都是做着养生保健的平台，那而且她在公司里面哈，公司团队里面都是做到最高级别的那一位，比如说有明珠啦、翡翠啦、钻石啦、一钻二钻什么钻呐、啊？他不只是这些哦，他是做到王冠大使。那为什么 Gigi 姐在这么高阶级的平台还会认同我们选择我们的泰赫兹水仪的平台呢？那他又在怎么样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面做到总监的级别？那如今我看应该不到10个月，他在这个泰赫兹水仪的平台已经推荐了几千人下都拥有这个泰赫兹健康水仪哈、哦。那这个就是他今天要和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怎样在泰赫兹水域的平台，那么又怎样知道这个泰赫兹水域的功能跟效果？那如何在我们这个泰赫兹水域平台得到健康、赚到财富？哈，那我们不要看我们的丽姐哈，她虽然已经65岁了，但她的外形跟她的领导精神、学习能力，就像一个充满能量的年轻人哦，非常有活力，那非常的有冲劲哈。那丽丽姐在营销市场也是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她的分享呢，肯定是让我们受益良多。那么我们也可以当中可以受用无穷，学习到很多很多她的精髓哈。那今天我们还有几位的那个分享嘉宾哦，都是会回馈我们的泰赫兹水域而来的啊，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仔细的听完这场课哈，肯定会非常的赞叹哦。那现在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还有满满的鲜花，来欢迎我们的 Gigi 大姐出场。来，Gigi，请。谢谢，谢谢玛丽金总监哦，哎呦，这样落力的介绍，感恩有你哈，也感恩今天每一个人出席的好朋友，真的是我们的缘分太棒了哈，能够在一起今天，那还是星期天，真的是很难得，是一个家庭日啊，大家都愿意进来学习啊，我相信在这一堂课，我将不会让你失望啊，在这个短短的10个月，我真的哈。每天哦，时时刻刻都很喜乐，是因为我很热爱这份工作。我觉得呢，我选择对了哈。那这个是也是因为我有本来的行业是没错，我也是做保健品的。当然呢，我的介绍人蔡德哥夫妇来到我家介绍我的时候呢，我也是很赞叹的，原来有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也即刻就接受了。我觉得好产品能够把它带进家，这个是我们一生人的幸福。那在中医理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千好万好，真的不如身体好。千有万有，没命，我们什么都将没有。真的这句话哈，讲起来哈，也是会怕怕哦。是的，所以我们都来得及哈。今天我这边呢，也代表公司讲这堂课，真的是在这个10个月，我学到很多，取之于我的公司。我今天要回馈于我的公司啊，真的啊，泰赫兹于这个国际平台，让我的深深的啊，每一天爱的。每天都加深的爱这个公司哈，是有很充足的理由哈。那我从事传销30年，真的哈，没有想到哈，我遇到了这间好公司，我真的很舍不得的哈，让它擦身而过。
我快快的把它拿起来，而且我下定决心，哦，要让全天下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的朋友，我的好朋友的亲戚都有这个机会来认识我们台和之一哈。那马上我就开始这个内容，因为时间很宝贵哈。那台和之一英文叫 Daryl Hush， 简称叫 DH Jack 啊，所以呢它是唤醒我们的细胞的一个水仪，它是一个 device 来的哈，不是一个机器哈，这样子的，它是一个 device， 很小小的。那很多人看过，因为今天也很多新朋友，所以我们还是会很细心的跟你报告。那太智仪在马来西亚正式拿到我们的国家的认证，也把执照拿下来，设了一个公司，能够哈出货，甚至能够让大家哈去那边讲课。首先我还没有开始讲课，我要由衷的哈深深的感谢公司的高层，这几位高层呢，真的没有他们的话哈，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今天了，对不对？因为就是这我们这群高层呢，相信，很决定的，很勇敢的哈，很有判断力，很有慧眼的，还有呢，要投资很大很大很大的资金啊，才有今天这个台尔兹国际平台哈。那001就是我的老师啊，梁总也是我的总上线，感恩有他，当然也更要感恩马来西亚老板哈。那最尊敬的是我们的创办人严董、李董、周总、陈晶晶总监，还有我们的建贤商院的我们的贤明老师，我们的黄昭哈，他简直是半个医生了啊，这个都是我的前辈，我跟他们学习的。当然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哈，马来西亚的每一位导师哈，真的很感谢。还有我们全马来西亚、全世界各地的哈导师，当然也来自于你们的体验分享哈，所以呢，都让我自己的个人跟我的组织真的是提升了，再次的感谢你们。那到今天呢，我是第八届哈，我讲的第八届，那这个第八届我就公开回馈公司了，因为呢，我觉得呢哈，我是时候了哈。那我应该要感谢你们，所以我今天呢以最真诚的献这堂课给大家。那我们来讲进哈，讲到水哈，大家都知道水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它我们就没有生命了。那因为我们有了，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有了，我们觉得哦是的，有的原来就有，我们就没有特别去注意它哈。像空气也是啊，应该的，本来就有啊，但是当你没有空气我们也没命了。当我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只要那几天，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将不见了。所以水是多么重要。那我们也来认识，既然都是水罢了吗？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胎和之仪？因为那因为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啊，需要的水是不一样的，我们来了解。所以在这边呢，以基本来说，人的身体的比重一下，我们的水在人体的重要哈。那大家看一下，很多器官都需要很多很多水的，多少八仙多少八仙来看，总结人体的整个人体70%是水来的，加上我们的水就等加上我们的血就90%哈。那我们医生验血出来哈，哇，一瓶其实里面70%是水。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在右手边，我们一起看好吗？水在人体减少的过程就是衰老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怕老，但是却不知道因为缺水的过程导致自己衰老的哈。所以我们的见证就是一箩箩都喝得好漂亮的，来看一下吧。那我们先来了解我们个人哈，每天应该喝多少水呢？那在我们喝水不足哈，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长期过去工作、忙碌、家庭什么，我们是长期很少给这个身体很足够的水量。看右手哈，真的是我们最少最少按照你的体重我们要喝的水量都已经列出来了，你也可以拍起来哈。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了运动、呼吸、睡觉、走路哈，我们身体都一直在不断的消耗水量的哈。那我们采自于知名度的书籍哈，《The BH Miracle of the Weight Loss》啊，我们的身体会肥或者会瘦都关系到水的啊。如果缺水是会导致胖的，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我们每一个的器官哦，多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套引擎，无价之宝的引擎啊，它是多么多么的需要水哈。那心脏79%，眼睛99%啊，我们的肾脏83%，肝脏68%，软骨组织都要来到70%。所以很多人在关节炎喝太喝之水，
关节炎痛了好多年哦，紧紧绷绷的，怎么松掉了？因为把水补进去了，就是这么简单。还有我们的脾胃、肠胃，我们的头脑哦，有没有发现人到老了呢，就会那个懵懂啦、善忘啦、脑萎缩啦、帕金森，这个都是因为你长期的生活哦，不足水而慢慢的导致的。肺部也有 90%， 还有我们的骨骼来到 24%。是多么重要啊，哦，那看一下就明白了，还有一样没有打出来了，大家看黄色的好不好，掌控生命的中枢神经脑垂体，你看掌控生命，因为它是总司令，你知道吗，它要水分是 99%， 所以你可以听到我们很多导师包括我们的 Dr. Prahu 鼓励大家喝水，小小口小小口，是完全是教义来的，是对的交易，所以当你在喝小小口的时候，你在吞浊的时候，那一刻它已经刺激你的脑下垂肌了，明白吗？它是对的，我们再忙再累，我们要保护这个总司令哈，99% 是需要水分的。 OK， 那我们讲到水，我家也有啊，每个人的家都有，也喝了几十年的水嘛，我家里用的过滤器也是几十千啦，算五位数的也有嘛，六七千四五千都买了，难道还不是在喝水吗？对，都对的，你的水是健康水，那太赫兹仪一照射它的光波下去的时候，这股能量，进去的时候，我们的水变成小分子了。那什么叫做好水呢？喝水有分好水，当然那个不是叫做不好水，那个叫做清洁的水，明白吗？那么喝到好水才真正抓到那个健康，来我们看蓝色的，什么是好水呢？水必须要小分子的，水粘稠度要一定要低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它会帮助吸收，加快同时加强我们身体的重要的新陈代谢，让你的细胞直接吸收，同时能够新陈代谢把体内的毒素过多的老废废物一层一层一层的排除出来。那今天我们的太赫兹仪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好水呢只有 0.96 太赫兹水，只有哦，目前是只有哦，独一无二的哈，请大家继续听。那偶尔我们人会口渴，哎，没有口渴喝什么水啊，口渴才喝嘛，对不对？那我顺便喝一下哈。现在呢 我爱喝水比什么都还超爱了，因为我知道多么重要了。刚才玛丽已经讲我65岁嘛，对，太阳下山了，黄昏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病在等我嘞，我赶紧的养生就对了。那我们不要等到口干来才来喝水啊，我们身体有一个干支细胞，它会通知我们的哈。如果今天口干来喝水是慢了一点点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慢了一点点，我们还不知道，哎呀，口干才喝是错的。所以不然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我们就要大量喝水了。大家看红色好不好？腰痛啦，心绞痛啦，头痛啦，颈椎痛啦，过敏症啦，忧郁症，血压高，我们的胃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全部包括哮喘，包括癌症，包括三高，都跟缺水有关系。今天上了这堂课一定要紧急的记住，很多病是因为你管理不好，你缺少了这个重要的一环的那种知识，不是你不会，你知道吗？喝水罢了吗？原来是这么重要，谁叫你的身体都是这么多水的啊，我也是啊，对，没办法，一定要接受。那好水呢，它能够让细胞健康，能够让细胞活化，因为它能够让细胞操作工作传递，你知道吗？所以身体健康来自于好水。那我们记载的一句话，在我们的巴特曼的书里面都写了，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好水是百药之王，好水是长寿之源，换水如换血。当我第一次听梁总上课的时候讲的很多，我只记得这一句吧，这一句已经震撼我的心了，怎么我忽略了？而且我是读中医，我也会忽略，你看，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拉扯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就会忘记，只有这一句我已经整个人醒到今天。那美国一些巴特曼，他讲水是最好的药，当然他不是药，他是说他能够调理。那我们的中医药典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都已经记载了，把水列为各篇的首篇，所以都有很多好书，这些书我都已经买了。
那我女儿、啊、就知道我很爱上这个产品，她就把很多书买来给我读。那再忙再忙，我每天都看五六页五六页，现在就看到一半了，越看越怕了，真的是这么好了哈，这么重要了。那什么是太和直播啊？等一下，你家里已经拥有的，你已经知道，上听过课的已经知道，新朋友或者还不大知道的。当太和直播造出来的时候，水啊产生同频共振呢，真的就产生很多功能了。我后面的内容蛮丰富的，都一一的会跟你报告，好吗？那太和直播的水呢，已经是 confirm 是细胞指引水哈，是细胞指引水。请等一下哈，请等一下好吗 ？Oh my god！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一下下，我的线短了哈，好不好？所以呢，细胞能够直接喝的水，一定很好奇嘛，对，我们继续该来看。那太和直播哈，它是透过远红外线跟微波接洽。那我也从事远红外线呢，将近20年了哈。那都知道，它也是我们的生命之波来的。它是生命之光，生命之波。那它这个比远红外线更 advance， 怎样说？更 advance 就是更提升哈，好不好？所以这个生命之波呢，它刚好 0.96 的这个频率呢，在一个 dHz 到10里面，叫做这个 gap 哈，这个里面 0.96 是跟人体的我们的身体的频率哈，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叫做抑制的光线。所以它能够产生同频共振，同频共振的时候，这个产生很伟大的事情了，它就能够激活我们那些老化衰退的细胞了。好，所以很多人喝到太和之水3个月哦，一个疗程3个月，他觉得他比较年轻了，皮肤什么都比较紧绷了，然后到1年的人呢，简直是整个人年轻，比以往更年轻了，因为喝对水，产生这股波跟人体的同频共振的一个光波哈。所以这个呢，我们差不多每一堂课每一个老师都有说的哈。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生命之波，它很奥妙的哈，这个不是普通人啊。那太和之波是经过66个科学家跟6个科学馆啊，在中国哈，真的是一层一层的研究在研发出来的哈。那我们前几天有公司的表彰大会，我们都听到我们的是表彰大会吗？我们的李总啊，李总监他出来说，他们开始怎么样开路这条太和直播的这个平台。我听到完我很感触，原来我们的严董的判断力很好。当他们去上了这个大会的时候，他要求我要做成水可以吗？终于给他实现哈，所以我们才有拥有今天的生命直播的太和直播啊。来，那我们看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太和直播呢，它是很深很奥的一个学问来的哈。那么一个太和直播等于10000亿赫兹，所以就有12个0，那相对来说就是11万亿个的赫兹才得到一个太和直。哈，讲到这边就无形中要提一下了哈。那过去几年前有一个公司，它也出赫兹的仪器，但是不代表不好哦。那时候科技来到赫兹嘛，当然都是在生产赫兹嘛，对。所以呢，它就差跟我们太赫兹就差别很大，那么当然那个水仪也是很好的啊，它是属于比较过去的一个好产品。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最尖端的哈，是属于太赫兹的世界了。现在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哈一些评价哈，在2014年，美国政府已经判断把太赫兹的科技啊，将会改变未来世界的哈一个10大的技术之一。那日本、美国同样，他们也已经列为把太赫兹哈已经列为这个功能啊，这个科技已经列为国家资助的10大。这个重点的嘛，战略的目标，以后就是改变改革的哈，一个好产品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应用嘞。那既然这个产品这么好，不是陌生，已经在哈很多科学家呢，他们的研发在我们的军事啦、成像、雷达、航空、医疗，甚至信息的6G 哈，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有福气用到吧哈。特别听说特别轻、特别薄的，一定那大家都会抢，因为又没有副作用啊。那今天能够讲到这个太和直播是有一个原因的，你知道吗？因为它对人体啊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啊，所以今天就让大家抢购哦，在科学一些全部很多人都抢购，最主要没有伤到人体嘛，对我们大家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唯一我们泰赫之一，我们的严董创办人呢，他要求我要做成水仪可以吗？哦，那科学家真的是研发出来了，所以呢很感谢我们的前人，我们才有用到这么好的仪器。 OK， 那这个太阳光波的照射出来的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那我们看右手边，所以在很多地方，哦，中国，哦，巴马长寿村，啊，很多地方的什么很有名的日本那些矿泉水的山，他们都要求喝那个好水了嘛，因为这个好水的赫兹的那个宽度，哦，就是来到66、53，这个算是很好了。但是经过太赫兹的仪器照出来的光波，砰，大家往下面看，我们的太赫兹健康好水它的那个宽度是 7.6， 也就是最细的，啊，最细的，啊，所以使到人体能够吸收。那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太赫兹仪呢，它照出来这个五大的功能，这个亮点，哦，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目前，哦，其他产品是做不到的。那这个五大的亮点呢，非常，哦，非常重要，那它是分为两大特点三大的作用，哦，那我们来先讲两个特点好不好。这两大特点就是经过我们这个哈 resonate，啊，我们的波一照过后呢，哈，我们这水本来水团啊，水是都是抱在一起的，那么15到17个，哦，小分子抱在一起的啊，水有一个团的嘛，哈，所以我们叫做大分子水，目前为止了哈。当然呢也有一些过滤器，哦，它的水呢是5、6个分子的哈，那我家里用的是6个分子的，那我都有去读了。所以呢我们太赫兹就它神奇在这边，它的功能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当它照下去的时候，他们，啊，H2O，哦，它就会把那个 H2O 那个角，哦，啊，两个氧的束短起来，就跑进去里面了，就把它变成一个单子型了。一个单子型，哦，它就不会再抱回去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科技，它就把它直链型单子又排成一条链，就是比方说你是大分子的，有里面有15个，它就把这个15个排成一条链了。那么而且还没关系，哦，经过 0.96 太赫兹的能量照射过后呢，它就很小，小到 2nm below 以下，哈，以下以下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它会小过 2nm， 特别小，哦，那为什么要求到这么小吗？大家看我们的左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名人，哦，一个科学家，哦，他经过他发现而且把它拍起来，要拍到才有证明嘛。经过他这个，哦，非常聪明的一位我们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化学的这个美国科学家，哦，他呢他叫彼得兰，哦，他发现到原来我们人，哦，为什么会老化，原来我们人的细胞的蛋白通道是这么细的，哦，给他拍到了，给他证明到了，所以他已经很荣耀，这一生人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诺贝尔奖，哦，肯定了加倍了他的身份跟他的聪明，所以我们这位科学家就从此爆发就出名了，哦，因为他救到很多人嘛，哦，也帮到很多人去发展了，原来是这么好的。所以呢我们的太赫兹的功能，它就能够把这个水做到跟我们细胞的蛋白通道一模一样的 size， 所以我们喝到太赫兹水跟你家里的水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细，然后又直链型，就整串的很神速的吸收吸收吸收，有没有看到上面一个图，对，能够进又能够出，哦，不是进去罢了。那当然我们家里的大分子水不是不好，哦，因为它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细胞就很难吸收，往往就一直吸收不够，那因为不够的过程，哦，常年累积我们就衰退了，我们的细胞就生病了。人就是细胞构造的，为什么人会生病，因为细胞衰退了，细胞生病了就生病了，就老化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喝到细胞的水呢，哇，是不是很不一样啊，哦，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继续讲第二的特点，哦，第二特点呢，我们太赫兹仪经过我们太赫兹仪照射过后的这个功能呢，它多了这个特点非常重要的，哦，它能够降低水，哦，里面的粘稠度，降低到680倍，不是6倍哦，680倍，目前没有其他仪器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很尖端的一个科技。那这个粘稠度是很重要的，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微循环、啊、所以我为什么帮一个见证等一下才跟你说、啊、那么它很能够很柔很滑，帮助我们的细胞吸收水分啊，然后呢吸收力提高3倍，你看本来就能够吸收再给它吸收、哦、3倍，是不是 很好啊？对，我们要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嘛，对。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改善微循环、啊、那微循环这一环在我们读中医上是讲得很清楚的，一个人、哦、微循环好不好是决定了他的健康、哦、因为呢当我们如果微循环很好的人、啊哦嗯、所以呢他不管生什么病他的改善了很快，他的修复力也比较快。当一个人他生病了，怎么你好得这么快我好得这么慢呢？对，是因为你的微循环很慢，所以他的微循环一定影响到中跟大循环的，明白吗？所以太和之水因为他的血的粘这个水的粘稠度降低，很快的帮助到微循环。那我们来证明一个哈，我们的一个伙伴他住在双栖大年，他就是因为哈来洗头发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吃到那个敏感药，敏感药呢那就去看医生了、哦、整个肿到这样，医生看了哈花了将近400多块，拿着这个医生的要解掉他的敏感药的药呢去洗头，因为头发肮脏了嘛，所以呢他还没有吃药。遇到了我们的伙伴太和子的伙伴，他说哈啊，你的脸肿到这样啊，我听阿秀荣说这个水很好哦，他就跟他喷得湿湿的呢，他是讲福建话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播给你听哦。所以呢他就喷了在20分钟差不多就眼睛慢慢张开了，到30分钟他来头发店洗头的时候是这样子来的，老公载他来的，当他回去的时候他老公整个人吓到一跳，然后我快快打去问 Esther 你有给他喝到水吗，他说没有，单单喷罢了，太和湿水单单喷罢了。所以这一环就是要告诉你，我们的水因为太稀了，还有这个能量哈，它能够马上的哈修复你的微循环，因为你吃错药嘛哈啊，敏感它就会把你的微循环全部阻塞，给它肿起来发炎，感觉上是发炎。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知道呢嘛啊，都是内在出外的嘛哈啊，里外又入里嘛，所以它一喷半个小时已经判若两人了。那么刚好呢我们的 Esther 的头发店呢秀荣照给他15桶的水，我们这位老板呢一看到他太太哇这样有这样神奇的水，就把他抱11桶回去了、啊、所以我参差了一个见证、啊、当然我们来看第二、啊、他这因为这个效果他当然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当然能够修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第三他的清油性很强，比方说我们身体有过多的胆固醇、啊、那烈性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啊、那些比较不好的脂肪在身上，请你多喝3个月，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很多见证，把家里的那个顽固的不要吃的那个炸的鱼的油我们都不洗，放着7-8天、哦、还有异味的，你用太和之水震一震、哦、然后等一下洗干干净净又没有异味，所以它是能够去油，能够去掉那些顽固的哈。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一些回锅油什么对身体都不好，那请大量喝太和之水就对了。那我所讲的都全部有经过公司测试的哈。OK， 那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就是低粘稠度。刚好我们那天做一个活动，就我的客户呢哈，我的组员呢，他就帮我的客户测试，拿了一滴血来测试，知道吗？真的，他的血很粘稠。在经过20分钟喝了5杯哈，比这个杯还小一点哦，喝了5杯哈，在。回来测试哈，因为当天我们有25个人哈，就是在做这个活动，每一个都很准确。哎呦，安哥，你的水会这样好的？那我问这个安哥，你刚才看到你的血粘稠，你怎么办？你心里怎么办？他说是哦，是哦，会担心，原来我的血是这么粘稠。血粘稠会导致很多病嘛哈，我今天就不说了。20分钟经过太和子的氧气啊，功能全部进去，已经他的血球打开了，充满了很多氧气。那右手边是我的堂哥，就是躺在我身边的哥哥啦，我先生了哈。然后他就喝了6个月，当时他也在场，那刚好还有剩2个玻璃，我说那你我就叫他测试看。我先生也很紧张哦，也不知道他血喝了6个月怎么样。哇哦，我们大家都喊起来了，太和之水哈，真的是假不了，假的也真不来哈。那我们改天才听这个短片好不好？
OK， 那我们现在时间关系，我继续再讲我们在后面的三大功能啊。第一，能够抗辐射两倍，每天我们的生活圈都是大量大量的辐射，大家都可怕，辐射哈都导致很多自由基。还有呢，能够抗菌来到90%，抗什么菌呢？很重要的就是大肠杆菌，还有我们的抗那种很顽固的红色毛癣菌，所以很多那种牛皮癣啊、白斑癣什么、黑斑癣都很难治疗的，都长期在吃药控制。但是我们控制太多了哈，中间真的就是一箩箩哈。如果你想要，你可以跟你的介绍人来好吗？那第三，抗氧化，每个人都知道，氧化就是老化，就是退化。当我们退化的时候，什么来呢？就是病化了，小病变大病了哈，大病就带着我们的命，我们都知道。那抗氧化呢，来到4倍。所以你讲要美丽，它是能够让你更美丽的。你要健康，你要远离癌症，远离很多病痛，它是绝对能够帮到的。只要你来提早来喝，只要你能够把它的量喝给它够，不要喝，你应该喝3L，你把它喝1L，所以力不从心嘛，都不会做一个很好的成绩给你，对。所以我讲到抗氧化，就很多东西每天我们都生活在生活圈，都很多东西能够让我们环境都能让我们逐渐的在氧化当中。那尤其是一种病很可悲的，就是癌症、癌症是最厌氧的，如果一直长期给身体不够的氧气，癌细胞会茁壮起来的，因为都不稀奇，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癌细胞、真的癌细胞超过3万只，它就变一个癌症了。那当然我也很怕啊，所以我喝的比人家多啊、抗氧化的好处很大，你就带过好了。那我们太和直播的能量呢，同时能够调理我们身体的气嘛， 0.96、它是能量。当你足够的能量的时候，你细胞的气就很饱满，明白吗？所以在15分钟前后的对比，这甘波博士的报道，我曾经打电话去问他哈，我说你讲阴跟阳，阴跟阳是不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他说你懂，我说对的，我有读过了哈。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就把它打出来了，因为很多人需要这一环，因为失眠症啊、忧郁症啊、心里很烦啊，家里很多压力、工作压力，尤其现在是 COVID-19 哈，甚至事业了，我们心很乱。这个东西不是你吃出来的，这个是身体你的气乱的，你明白吗？那因为太和直播 0.96 的频率跟身体的频率是一样，所以它能够修复到这一点。所以之前之后看到16条经络全部都平衡回起来了，那交感副交感也平衡了。再看左边一个脉轮，因为当我们气长期乱的时候呢，没有定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危险，被重严重什么失眠、衰弱，甚至神经分裂。那你相信太和之水能够补到这一环了，实在太棒了。那太和之水呢，它已经决定，如果今天喝给它足够，能够决定你身体的血管年轻。因为呢早期是缺水缺氧嘛，现在呢好水也能够让你的血管通畅。那太和之水属于呢它不加添不接触，你不要怕它不是水机。那早期我真的是误以为是水机，我身边很多伙伴也以为是水机，那你要很细心的跟他说它不是，它是所有水机的好朋友。当你家里有了很好的水仪，再加上太和之仪的时候，它是如虎添翼的，因为它马上把这一壶水，你家里的水马上改良去提升到细胞直饮水。那因为产品的优秀已经被全球得到权威的认证，拿到13个国际的一个确定的这个文凭。那我们公司产品因为可贵，我们也有自己的认证跟我们的专利权所有的偏好都有。OK， 那我们太和之健康所以也获到我们很多家的肯定跟荣耀，大家看一下，太多了。刚才我前面放一个短片，哇，简直是播不完，单单放我们的荣誉我都可能要放半截了。那在马来西亚，在东南亚，我们也获得营销全球的 Top Quality 产品。那中国这个理化环境分析的研究所，这个刚才之前也有播嘛哈，每一项我所讲的5大的亮点都每一个都有测试出来，都有全部有检验报告，不可以乱讲哈。OK， 那一壶好水只需要3分钟，因为那是太和之仪其他仪呢我就不敢说了哈。
太和之一在一分三分绝对能够我所讲的五大功能就在这壶水了，你喝进去你身体所需要的呢，这五大功能就按照按部就班去帮你做功能。OK， 那很方便，你看到吗？容易带出门，那它可以适合很多这种罐罐哈。这边它有三条线哈，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啊，这个我们大部分都传给大家看短片，比较容易。那太和之一健康水它有十大优势，讲到最后它不止十大优势啦啊，把这个重点讲给你听。它因为好水嘛哈，我们又要讲到送，我们也送得起，但不会贵。那价钱呢又很公道。当我 在跟我的朋友一个老朋友几十年的朋友啦，我跟他提到我们太和之一的功能，传给他看很多见证，还没有跟他讲价钱， 我也忘记跟他提价钱了。他说Gigi啊，我看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哦，应该是要十多千吧，你看听到它的价值，就知道它的 价值连城的东西了，所以他讲十多千。我说不会啊，马来西亚才卖四千五，这样便宜啊，真的吗啊，你快点跟我自己抬过来，就这么容易，其实是物超所值了，那也是最尖端最高科技的，独一无二，三分钟就能够处理一壶好水，而且能够容易操作又容易带出门，拿去煮啦，拿去泡泡啦，拿去冲凉，拿去蒸都行，那也能够久存，可以大概放六个月到八个月，我们有一个柠檬测试，如果你觉得我放到六个月还有效吗，快快叫你的介绍人做那个柠檬给你看，还是叫你这样做，真的是还一样的。那我们曾经，把我们的水跟其他品牌的水，因为我们不是要攻击别人，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嘛，要肯定我们这个太和之的优势嘛，那我们曾经来真的是做过了，那我们就把那个药水啊，化学药水滴在我们的水跟其他品牌的水，它的价格要高我们一倍，那我就做的我们的那个碱性开始就是那个蓝色就变紫色，到一个礼拜还是这样，那很多水一造出来的水开始是碱性，等一下几个小时就酸性，继续下去就越来越酸性，所以很多水喝的是很有效，大家都有效，只是要改变你的体质就不容易了哈。那还有看到呢，容易带出门哦，小小个哈，来我们来算一下哈，还没有到这边。那我们太和之水呢还能够喷，就像刚才那个微循环的，所以我们的皮肤表皮哈真的是微循环太重要，要给它饱满，给它足够的水，那能够饮用也能够喷，对这些，花花草草啦，动物啦，因为很多人养宠物都比自己生命还重要咧，它动物它最珍贵了，像我这边也讲一个见证，我有个好伙伴，他的鱼啊，叫他买水他不舍不得买咧，他知道很好他都不要买，但是他的鱼啊刚好 一条珍贵的鱼要死咧，那经过他的他朋友跟他说快点放太和之水试试看，没有想到一罐太和之水那条鱼活起来了，真的是不能救人啊嘛，救掉这条鱼的生命，他第二天说快点给我把送一台，很多人会为了宠物会买的， 会很舍得你知道吗，所以我这边还也讲一下花花草草，很多人也很喜欢嘛。那么来看这朵黄花好不好，黄色的菊花第一天买回来的时候只有两朵，到了放了太和之水蒸了第三天已经变四朵了，那个花蕊全部已经有生命起来了，到第六天已经是差不多七朵了，那个花蕊还一直在开，所以你可叫这个叫做生命的水来了，细胞的水叫做生命水。如果眼睛出问题，刚才还记得眼睛需要多少水分吗？ 99%， 那记得大家要眼睛很重要，有了眼睛我们才有这个世界，它是你天生上天，你爸爸妈妈给你的一个最大的 camera， 所以要把它照顾好，那常常，偶尔要洗一洗眼睛，喷一喷眼睛，不要等到眼睛干了涩了坏了才来照顾，好可怜，我们身体的器官都是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幸福跟快乐的，一定要把它养好。那讲到这边差不多接近尾端，那我们的产品真的不鼓励大家，用金属的，比方说铁的容器啦，heavy metal 的我们不鼓励了好不好。那我们要看左边，我们鼓励用玻璃陶瓷，这个是天然的嘛，玻璃陶瓷还有我们用比较好的塑胶，塑胶有分等级，我们可以用五号的塑胶，二号的，都可以，七号都可以，那一号的也不鼓励使用，那你不明白我们之后才来谈好吗。那铁的不鼓励常放，放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是可以的，
啊，人家整天正在那边啊，他会多多少少会被破坏掉我们 0.96 的能量，不要怕哈。那你说我煮饭呢怎么办呢？我是干锅啊，煮饭我们吃的不多啊，水喝的很多嘛，对啊，其他功能还在。那我们以市场上的水机过滤器都成为最佳的搭档哈，最佳的拍档来的，所以呢我们是备受欢迎的，不会被人家讨厌的。你说市场这样子大不大呢？那我们家里用各样各样的品牌的过滤器都没关系，你把它架上去太合之宜就对了哈。不管你用什么品牌，多少千多少万了，只要哈你加上我们太合之宜的功能哈，你的这个水呢就马上变成全世界最好的水了，明白吗？那还有呢哈，如果你家里没有过滤器啊，哎呀我还要去买嘞，你看多么贴心啊，太合之宜都已经想到了哈。那当你买 一盒太合之宜的时候，公司有附送一个很完整性的非常超强的小型的过滤器给你，就是这样子啊，把它安装在你的水喉。但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过滤芯鼓励大家常常要换哦，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小家庭的，小家庭用的。你说哎呀那我七八个人就常常换那个芯，健康是不可以省也不可以等的，好不好啊？那如果很肮脏要洗一下，或是有它被一个小小的沙子，请你哈、哦、要小小心心轻轻的，要温柔一点的来对待它，别大大力的啊，我的伙伴第一天就弄断了，他、哦、很爱干净，但是他以为越大力越好，第一天就断掉，所以我还是要快点呼吁你温柔一点哈。 OK， 那讲到很听到这边新朋友到底多少钱啊，好，我现在马上跟你公布啊。那他一直的价格很公平很公道，马来西亚价，因为我现在是马来西亚哈，我住在槟城哦，现在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在听吧哈。那我马来西亚价钱是4500新币，是1600哈。那等一下后面有讲哈，那台湾的没错是37000吧哈，那我们保修一年不包括人为使用50000次哈，在这个50000次呢哈，我们是有测试的，我们的工厂有测试的，大家可以放心。千万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最怕我们太合之宜最怕什么？它不会怕你，它什么都不怕，它就是怕摔倒，还有它不喜欢冲凉哦，你不要把它浸在水里面哦。我们的水呢，千千万万要知道哈，它只能够放到这边啊，我都会放一个 sticker， 每次我送一个水给人，我就会在这边做一个记号，因为老人家有考虑到人家老眼花，或者第一次你讲的这么快他也听不进嘛，对，那把它画一条线，阿姨哈一定要到这边， uncle 到这边啊，好吗？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要是不小心哈，我们这个把它放下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的水它有一个这个毒子嘛，它释放它的功能嘛，对，所以呢它是不能够动到水的啊，要非常明白，大家要看清楚哦，这一环很重要。如果你是人为的，公司不负责哈，真的要自己维修。我已经知道多少钱了，308块，我维修过一个啊。那一年365天，我们每天照5次，可以50000次的寿命，我们来算一算好不好啊？一年365天哦，5次，那大概就可以用到27年，已经造了49000次了嘛哈，我们就叫算起来就是27年了。那我们来算一算，这样造一次多少钱啊？我们送不送得起啊？4500这样送，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没有去算，你算了你就送得起了嘞哈。那我们来算呢，一天造5次，那个5次才马币45 cent， 我们叫做45 cent 了哈。那么如果算一次分开来算呢，才9分。马币9分 my dear， 明白吗？明白了哈，所以我们是送得起的，我们的哇水布施通天下，现在真的是通天下了。那感谢我的恩人，除了感谢我的上线，也感谢我的领导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速度性的来栽培我，真的感谢拥有他。我们的梁总他也受到全球人的尊敬，因为是由他引进这个产品的。如果我时间允许，我将会给我的梁总10分钟来做我的嘉宾哈。感谢拥有他。那刚好那天我去公司遇到 Dr. Brahu， 非常亲切的一个医生，他的人就像他的客哈。
那我也跟他合照了一张照片，难得跟专科医生掉一张哈。那我每一次虽然我的英文是半桶水哈，50%我还是听，所以从他的课我也学到很多英文了。接下来这个星期二我差不多就要讲英文课了，哈哈。所以最重要，我们这个哈就是一群人做同样一件事，产生一条心，一起拼，一起赢，赢到满满的健康。那这个就是我的感恩，也是我的恩师，也代表我的团队感谢哈，我们天下每一位世界各地的老师，真的爱你们哈，一直跟你们不停的学习，我也鼓励我的团队来学习哈。那我们的黄昭老师真的我爱你，还有我们的 Dr. Prahu， 还有我们的 Jotin 老师，真的哈，你第一次也是听到他的课，还有我们的柏林啦、何文珍啦、我们陈会长，我真的是听他们的课的哈。那还有我们的梁总了哈，就还有我们的阿宝金姐，既然要教就教导完了哈。那到我的李总，你们也可以看啊，可以认识他。这些老师的课你真的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保证你哦，他们呢都是藏了很多宝，很多金。这个每一个星期我们一天七天都有课，我就是因为七天听课，很密度的吸收哈。然后密度的成长哦，很多营养哦，连我的组织全部都成长了。感恩有你们，所以今天我应该回馈大家了。那送好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是两种给我们的精益良言，我们就背进头脑了，全身都是这个十二个字啊，也是很对，很感触。你也每天读的时候，你很感触嘞，你做到了，你真的送好水给人了，你真的送你的爱去给人家了，你真的把健康送到人家的家了，这十二个字是很伟大的，你知道吗？造就你的一生啊，那真的很太高兴了。那公司有提供五个国家免邮啊，一定要知道五个国家免邮。你不要再问我，寄去新加坡多少钱啊？按免籍啊，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印尼、美国五个国家啊。对不起，美国没有念错了啊，是中国。中国哦，念到美国五个国家免邮哈。好，太棒了，感恩公司。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个是我讲课的原则哈，请有在听课的人或者你在忙东西就不用读了哈。谢谢你在忙也听我的课。那我们继续来看哦，真的是、让我们的家哈，我们家讲自家治国治天下，先把家弄好，让我们的家充满爱啊，然后我们再来造就这个世界。来，我们先念黑色的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不光要喝水。还要喝好的水，不光要喝好的水，我们还要喝对的水，不光要喝对的水，我们要喝足够的水，不光要喝够水，我们要喝到健康功能水，要健康要喝太和之一好水。读完了哈，爱润每一个人，福泽千万家，真的感谢你们的同在哈。那接下来是见证时间，还没有讲见证，我讲一段话让你们听好吗哈，在我心中每次常常有在想的，人生什么最重要？再多的钱财都买不回健康。如果你能够真正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家人的健康是对的。当你有了健康的身体，你的财富才有意义。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求值不值得，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求值不值得。健康的时候，我们的付出才是值得的。有了健康，你才能够完成你的梦想。你的健康，你有了健康，你才能够去享受你的财富，享受你的真爱。真的要有好的身体，还要有好的健康。目前已经有数不完数不完的太和之伙伴都在说，自从我喝了太和之一的好水，我的一家大大小小健康都活得很大很大的改善。我们才知道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当你有了健康，真的不能没有财富。当你有了财富，是不能没有健康的。太和之一是数裂变的大事业，同时有可观的被动收入，真的是一个双赢的国际平台大生意。在此我见证太和之一的事业真的能够创造奇迹。我以最诚恳最肯定的心分享我今天的讲座，谢谢你的参与。 满满的心祝福大家健康喜乐平安。
来，我们以掌声谢谢我们的 GG 姐，是不是让你的全身的细胞都活起来了？所以我每次讲我们 GG 姐的课，就好像你在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越吃越好吃，吃不够，就是听不够的意思了。GG 姐将来还会再为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课。那我们也要感恩所有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老师，其实我也是从听课学习出来的。那现在这个图片呢，就是我要讲一些我的见证了。那我这个表姐夫给我很大的信心，对这个太和之水衣。那我本身呢，吉吉姐一介绍我的时候，讲真的啦，不懂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也是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态。但是呢，我一告诉我的表姐说我有这个太和之水，那我的表姐说你赶快来赶快来，表姐夫要渴死了。因为我这个表姐夫他是第四期的肺癌，那医生也告诉他没有药医了，然后他也接受了，就是医生给他试药，但是那个药出来的反应非常的辛苦。那我一拿到太和之水照给他喝的时候，他一喝下去他觉得很顺口，他能够喝水。因为医生有交代他要多喝水，但是他家的水他是喝不进，喝了他又吐又呕又泻肚子，种种的情况都是来了。然后大概喝了两三个礼拜，我都一直在跟踪了。那他说他的情况改善得很好，本来不能够睡的也能够睡，那没有胃口的也有胃口吃东西，泻肚子也好很多了。那一直在跟他跟进跟进，到三个月的时候他也请了一台水仪，哇他很开心哦，他说他现在有这台水仪，他可以照来冲凉洗头啊，种种的只要用到水都拿来用。那六个月后他的医药报告出来了，他的肺肿瘤已经消失了。那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赞叹哦。那现在我刚刚早上还跟他联络，因为我要叫他说你可以亲身跟我们讲一个分享嘛，他说可以慢一点先啊，他这样告诉我，他说我拍照给你，我拍照给你。所以我的这个表姐夫现在的状况都很好，都很稳定，所以这个是我感恩的地方了。那其实还有很多分享啦，那改天我们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一个来自槟城的那个见证分享，是 Alex。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的，所以呢他本身也是一个印刷公司的老板。那我们请 Alex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太和之水仪的一些见证好吗？ Alex 再请你吗？ Alex Alex 可能一儿给他一点时间打开麦一下。 OK 嗨，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OK 谢谢主持人。OK， 我是 Eric Tan， 来自槟城的。所、so, 以因为我是阿奇介绍我买这个水，那个太和之水的。所以刚开始我也是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的，只是说就尝试咯。他其实很好心，就他就每次倒水给我，我就喝喝喝，然后给我家人喝，然后就感觉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亲身体验是。我每次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的时候，我身体会很，因为我的腰是 S 型的，我的骨头有一点 S， 所以那天去看医生的时候是有一点压到我的骨神经啊，所以医生是讲开刀要7000-8000块，所以刚好我就喝热水，喝了一阵子，我就发现我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睡醒的时候不会酸痛到我需要休息一阵子才可以起床。说这个是我亲身的一个体验呢，然后还有我的家人，我姐姐，我父母，然后还有我的外公，也是我喝到这个水就很大的帮助。来讲我的外公好了，我外公是很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他很排斥的这个直销传销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就装那个水，然后带去给他。然后给他喝，喝了一阵子啊，他外公原本在新年那一段期间，那时候啊 ，Eric 没有声音 ，Eric 讲没有声音 ，Eric 没有声音。Alex 断线了是吗 ？Alex， 可以吗 ？Alex，
OK， 可以了。OK， 可以了吗？听到吗？前面有听到，他外公。好，不好意思，刚才电话响。偷偷造水给外公喝。对对对，然后他就喝了过后就真的很大的改善，他没有吵要去看医生，因为他身体根本是就已经慢慢改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棒。嗯，我父母真的他喝了也是有改善，就是三高的问题啊，我姐姐的三高，他的报告已经出来了，现在三高，在三个礼拜里面完全降下来，就是不用吃药了。嗯 ，OK。大致上是这样子，但是我分享就到这里了。好，感谢聚集，感谢梁董，感谢大家把这好的东西介绍给我，谢谢你们。好，我们谢谢 Eric 的分享哦，真的非常的孝顺哦，偷偷的造水给外公喝，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这个特制水哦，只要你用心的去分享哦，肯定有效果。那接下来呢，这个分享嘉宾呢，他今天是抱着感恩的心来分享这一个他的见证，那他是自愿要来分享，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我们的这个杨美英，他是来自印尼加加达的，他之前是患了乳腺癌扩散到他的脑癌，那也电疗了8次，化疗了25次，太多太多的问题，太多太多的奇迹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所以今天他以感恩的心来分享这个太和之水给我们大家他的见证，来我们请我们的杨美英来欢迎你。美英，我是杨美英，住安加加达印度尼西亚，我是住港哥 Stadium 4，我里面你的哈杰的水是我这一堆，我里面我差不多จะนี้เป็กโกยอันปัดเหล่ากว่าอันปัดไรกุยเก่งว่าลิมจะไหลจุยว่าไอเฮาเหล่ากว่าก็ไรกุยเก่งกัมโปเตจิโกยไรมูไรสูเนี่ยเขาคงกินไรกุยเก่งที่เบสันหลังจบเก่งเสร็จหลังสิบไรกุยเก่งเนี่ยจะดีว่าลิขัดใจลิว่าเสียผู้สิเกว่าลิมขัดเจว่าเบลิมอันเจว่าลิมย่อไอถอแต่นั้นว่าโกจะเกมวยอยู่jadi wa taki atur teci wa lim celiter po lo jadi usi eke tampok lo tamo khacai si radiasi galetien b tu khuat b khuat da pong lo lim sampe pong kong geng khuat ini kate sapa ya wa kwan si te la kwan teng tampok ka we ya jadi sejam si ini lo现在是个美女了咯，美英。สมมุติว่ากันลิมละโกกวยบารุชุดออเตียมหลังลิมตาโกกวยเติมมูไลจังกะลูดแล้วอ่ะวัย10โลว่าราซาซีนี่ลิมนี่เตฮาเจเอจุยกิวติวาโลมัวในควันบินเสปุนซุยหลังเบซาติโออินี่กันกะละอุจะเกมอยู่กันในหลังบินเสออออแล้วเว้ยอ่ะเมยิงวัดฟันวัดซอยวัดเตียวโกฟิทเอาจะไปยากูสิยองเตฮาเจเอจิวเดียวว่าอันนี้ก็เตียวเตจีไปกูวิดอ่ะกันเต้ากันเต้นะสิสิขี้อ่ะอันนี้ก็ว่าก็นะเมย์อิง我翻译一下哈เมย์อิง是说他中了这个新冠病毒第一次第二次幸好有这一个太和之水救到他不然他们化疗的人哦早就拜拜了没有了然后他的指甲呢化疗的人指甲都会脱落的但是他没有哦他的指甲很漂亮他已经喝我们太子水当时是6个月那他的头发也长出来了你看现在在视频当中他的气色多么的好多么的漂亮的一个姑娘哦这个就是他的分享来美英那个五十米来的公我来对着了个老三个公让我被丢没心的在拉进林咯他说我不想 scan 好了然后我 scan 出去我奶奶我把我后来的 COVID 所以我 scan 先到当个这里拜干你做刚好干把我们来 scan 好了去过了
哦，他说他一直造水去给人家喝，然后现在呢，因为他本身中 COVID 嘛，所以他暂时休息没有去造水，但是他会一直用心的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喝咯。那他的情况已经帮到他很多了，之前他是头发也秃头啦，那月经也不能够来啦，也没有流汗啦，这些症状全部都改善了，所以他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个太热水帮到他，他是要帮更多的人的啊，对不？那个爱帮助别人。谢谢啊，然后这样子，如果有什么要说吗？还有什么东西？哦，感谢姐姐姐，感谢我小姑，感谢我是姑姑养的人，也给好我你带下这的母亲咯。哦，美英，你今年偌济岁了？我是十三岁，现在是我无呢母亲，是我小姑在带只 scan 好我领。哦，那好，我领了款，我伊呢，买单呢，标的诶，标的标销买单，好，我领了啊，堂弟干，好，我领了好，一杯好，我就了咯，嗯，哦，一人干一杯咯，啊。美英讲她是43岁，一开始是她的姑姑、她的表弟表妹一直造水给她喝，那现在也买了一滴给她，她很开心，很非常很感恩啊，这个太阳之水哈。还有要讲什么吗？你现在什么都好了哈，爱帮多个人哈，要帮更多的人。他今天其实他是，哎，其实美英今天是用感恩的心来分享这个太阳之水仪，是他自愿要求分享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团队组织里面，假如有遇到这样子的病患者痊愈了，都敢的站出来，像美英这样子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也是在做一个功德的一个分享。因为救到更加多的人，是不是这样呢？好，我们谢谢美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嘛，我们人的健康是唯一嘛，而且我们人假如没有健康就什么都没有了嘛。但是在我们这个太阳之水的平台呢，我们不但是得到健康，然后我们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得到一个财富。那这个财富呢是不得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要靠钱财来生活的嘛，来一些的家庭日常用品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开销。但是呢，我们这太和之水仪平台，我们的老板真的是太有大爱的心了，他给我们一个新商业的模式哈。第一，我们不用累计那个消费分；第二呢，我们可以很小很小的资本，就是一台那个水仪，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没有压力来成就一个大生意。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这一位分享者蔡德斯，他就是会来告诉我们他怎么在这个太阳之水仪赚到了他之前都没有赚到这样多的那个所谓的薪水。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德斯来跟我们分享。来，德斯。大家好，听到我的声音吗？没听到。可以吗？可以啊，清楚啊。嗯，大家好，我是蔡登斯，来自吉达州努纳，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空中课堂里分享我的事业见证。我是在去年十月尾加入这个太赫兹平台的，当初吉吉姐跟我讲有这么好的水仪，叫我买了投资一台进来做，他讲这个水仪很好做，刚刚进入马来西亚不久罢了，说他这个是大商机。然后我们的观念是讲，哎呀，水我们有喝干净的水就够了啦，不用喝到什么太赫兹水，什么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太赫兹水，也不清楚。但是最后他一直分享那些见证什么给我，连分享水给我喝了之后，我也应酬他买了一台，他也带了我们的001两种来我的 office。 当时我们还可以开那个小组会，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叫了十多位的亲戚朋友过来听，我讲我有买这台水仪了，你们过来听，过来了解，连你们先喝，我分享水给你们喝，你们先喝，喝了你们觉得好才买，不好你们不要买，不用紧，你没有亏我也没有亏。然后他来到我的 office 的时候， Sally 大姐也有来，她自己姐讲，哎呦，如果麦吉来妹妹做啊，妹妹分享啊， Sally 姐一个月赚40多千哦，她的公民生，我讲哪里有可能，我做直销这么多年，我要赚5000都很难啊，要赚40多千
不相信，我真的是不相信。然后我就买了这个水，十月尾开始造水给人，倒到十一月多尾的时候，我就算算，哎，我的commission忽然间有16000多嘞！我只是分享水不了哦，怎么这么神奇的这个水可以赚钱呢？那时我才相信 Sally 大姐啊，40多千的收入咯。连十月尾加入11月、12月的时候，我每个月都拿到5位数。连那时我就开始大力的分享，我见到人就分享，见到医生就分享，见到老爷也分享。我跟他讲，有这么好的水，你们要喝吗？要喝你们来找我，我倒水给你们喝，你们拿水来 找我，我倒给你们喝。喝着喝着，他们的健康改善了，他们也投资了、啊、很多亲戚朋友也改善了，包括我妈妈的糖尿病也改善了。然后在一月二月新年期间，我以为、啊、新年全部人都要用到钱嘛，哪里会拿这个钱来 投资这个水于四千五、哦、然后一直分享那个水，我的团队也越来越大了，到现在我的团队左右脚加起来有300多个组员呐、啊，我也觉得他们很棒咯。星星，我也是抱着一个心态哦，要介绍4个朋友拿回我一台水仪的本钱，我就够了，我不想要打算做这个平台的。哪里知道喝着喝着躺在床里睡病床里面的有癌症 病人喝了一个星期后也可以坐起来啊，慢慢的改善他们的症状啊，医生也惊奇啊，怎么你会好转到这么快，那个病人现在也买到现在了半年了，但是他没有做了这个事业，我去叫他去看他的户口啦。他投资一台水仪啦，4500啦，他在半年里面啊，他的间点奖金啊也拿到600-700块。如果我们拿这个4500哦放在利息哦，一年的利息才几多钱，我看不到100块啊那个利息。好、哦、连在分享之中，我的团队越分享越多了嘛，每个人都是要去帮助人嘛，这么好的水，四月五月我拿更多哎，拿到30多千哎，哇，我觉得这么棒啊！这个水我们这样分享罢了，没有出去做到很半死那种，总之是见到人就分享，跟他们说我们有这么棒的水，这个是高科技的东西，你们要喝吗？你们要喝你们来，我造水给你们喝。哪里知道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发光发亮，他们的脸部有喝我们的水的全部都是发光发亮的嘞，甚至癌症的病人哦，他们有去电那个化疗哦，你去看哦，他们的景象什么哦，黑黑的，现在哦喝到很脸色很美很健康啊，他们的癌指数也减低了，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要分享呢？哦，连在这个6月7月哦，我自己有本身我跟我老公有做小生意啦，我们都不能开门做生意，只是每天都在家罢了。我跟我老公讲，6月7月全部人都不能做工，有些手停口停哦，应该这两个月我应该拿不到很多奖金啊。哪里知道这两个月我算哦，我也有5位数的收入哎，不错哎，这样的行业我们只是倒水给人家喝了好哦，人家一定投资，因为一台水啊4500哦，我们是投资全家人的健康，我们投资全家人的健康了哦，我们还可以分享好水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啊，在这个疫情我们更加要喝这种水，什么呢？喝了哦，改善我们的血粘稠嘛，我们的血粘稠，我们的血液循环好，我们抵抗力好，免疫系力好，我们就没有这样容易生病嘛，对吧？这样哦，这就是我的见证啊。还没有加入的人，我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们，我请你们快点不要再考虑了，快点请一台水仪回去照顾你们全家人的健康，然后分享给你们的身边的亲朋戚友。最后我要谢谢
公司，感谢公司，感谢我的大恩人吉吉姐，还有以及感谢梁总，还有感谢和我一起加入水布斯做水布斯的伙伴们，感恩你们，还有今天的我，谢谢你们，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来，我们谢谢德斯，德斯谢谢你哦。是的，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人从一出世开始到我们临走的那一刻，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了水，所以我们这个水鱼的这个市场哦，目前啊都还是一个很开始罢了，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来的。那我们公司的理念是希望我们能够未来的目标能够达到一个家庭都拥有这个太阳之水鱼。那其实呢，我的理念是这样子，这个太阳之水鱼就像我